来玩这款游戏，末日也躺平，五天内收集所必需的鸡腿。这是什么？宝石商人？什么手艺？西瓜？他们有一些都是有特定的手艺耶。就这，然后会怎样？选择伙伴，新的一天，转头就跑。在玩什么啊？马上消灭啊！要看广告哎。不如修仙。哎，这个会不会跟之前那个猴子是一样的、啊？就像串绳子一样。前往救援。什么蛙哥啊？来收集鸡腿啊！没收篮球。十个鱼。在玩什么、啊？奇怪。哦，你看到我厉害了没有？狂塞，砍树，就是跑一些剧情啊。然后是不是把那些类似像窗户的啊，摊开来？你就可以去进行攻击了。好啦，不然喜欢的话就玩看看这款游戏吧，顺便分享一下具体玩法吧，大家拜拜。